又到了查博士怪论的预告时间，咁咪近排有乜嘢新闻啊？最近好多新闻，新闻当然啦，即系波仔啊，真系笑话。你有冇跟进个波仔后屘变咗笑话？真系有有跟，啲人话佢系中国话美国，而家发觉嗰个波系自己嘅，你咪我都一早话系笑话嚟。系啊，咁啊，佢即系北京嗰边又话，哦，其实我哋都即系发现咗好多次你个美国嘅气球进入咗我哋领空。清岛嗰个系自己噶嘛？系啊，但呢度咧补一补充，好有好多嘢咧唔方便讲。嗯，呢次咧中国系。贏了的、但美國呢又不出聲、因為那個涉及到挺高的機密的、你記不記得他曾經還有次那次有個不知解放軍、那些幹部揸架快艇飛了過台灣，不知道，這個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揸著船過台灣的嘛、登了岸的嘛、搞一輪的嘛，他現在這次都是這麼上下的作用、因為計到你很多數出來咯、還有很多人錯覺了，因為我上次我都不說，那現在就當笑話說啦，如果你細心想一下，你信不信那個氣球由這麼遠飄到過去、你有沒有想過氣球會不會在岸邊就射上去、或者 美國本土射上去你明白我先啊？明白，系啊。呢个世界你可以扩大个思维嚟谂嘢噶嘛？有少想象力啊，即等于再举个笑话，好多人你当年嗰啲人咧，行家做生意咧，就真系到而家佢都唔明嘅。嗯。俾你搵我诶，攞开张支票俾你攞钱，我话你最近边间银行啊？最近喺我隔篱街有间渣打银行。我得啦，你而家攞渣打攞啦，你收我张支票。喂，阿 Sir 有冇搞错？你嗰张印度银行喎、我哋去攞得噶啦。你真系唔信噶？你攞现金啊嘛？系 cash 啊。咁咩？你又攞间印度银行？我喺印度银行，我开间恒生你啦。恒生你喂屌唔得个 Sir， 屌我梗系渣打啊！同你讲，你百思不得其解。我哋唔使啦，你去啊得噶啦，攞得现金嘅嗰张支票，你去边间银行攞到现金嘅？但系唔系唔同名嘅。你信唔信啊？唔信噶嘛，咁咪真系我哋去啦。我问咗你最近就唔想阻你啊嘛，你咪你又去第度又走嚟走去又入票系咪啊？咁咪即刻佢咪去，有咩打嚟？嗰三个到而家都唔系好明点会攞到钱啊？交大头嗱，呢啲系深奥啦。系啊，你都冇呢啲咁嘅能力，咁你做人做生意系啊？我话再甚至无，我冇支票喺袋。我想啲紙仔啦，你邊間銀行最近你啊？匯豐啊、中銀啊，或者渣打，或者美銀啊，得啦，你去攞現金得啦。我想嘢，喂，持級來人幾多錢？簽個名，你喺度搞錯 Sir， 我得啦，你櫃台你話揾呢個咩姓馬嘅經理啦咁。嗱，呢個我要講講，因為我做銀行，我做銀行好長時間嘅。其實支票唔係一定係嗰一日嘅，唔係噶。你任何嘅你即係寫明嚇點啊，簽埋一個佢認到個名，咁係攞到錢嘅。不過咧，通常就唔會咁做。唔係你咁樣做，但係你間間銀行攞到犀利啊嘛。係啊，你明唔明？你去翻你自己開户口間銀行梗係得啦，做個銀行。但我講話你唔係我自己間銀行啊嘛。我整張瓦差銀行叫你走去匯豐攞錢，佢對唔到嗰個簽名噶嘛？理論上，好啦，但點解我會用瓦差銀行咧？呢啲人又唔知啦。我要嚟準備彈票噶嘛？係啊係啊，你第啲銀行彈票有黑名單，又咁又咁取消你話，bank of India 冇，係咪先？大家差唔嚟噶嘛，亂嚟唔彈，係都冇所謂啦嚇。唔係啲好深奧嘅學問，即係你話你人世間咁少嘅學問，你都未諗得到，你真係諗國際政治問題，仲點人走去搞政治鬥爭？點你嗰班大律師咪拎佢打白咯？我成日講，林家產你戴耀廷你老母你。讀史片咩？捧曬成扎兄弟上去，掂緊㗎啦！呢檔嘢掂緊啦咁。唉，咁當然啦，即係阿博士就對於嗰個國際局勢咧，其實大家就好想聽下嘅。好搞笑嘅啫。咁但係咧，有一個新嘅題目咧，我想阿博士今次講講。係。就係譬如東南亞國家。包括菲律賓啦、越南啦，佢同中國而家個關係，因為最近有單新聞咧，我唔知道人留唔留意啦，就係呢個中國。嘅呢個
我唔記得漁船定漁政船啦，就照啲 laser 照去嗰啲嘅菲律賓海軍嗰度。咁呢單新聞就國際新聞有做嘅。嗰、那個係好耐都有噶啦，呢、這個以前就冇咁拎出嚟講嘅。但咧我就早嘢都咪同你講過嘅，要講個菲律賓未講完隔兩日出嚟就係咯。唔係嗱，呢、這個你就係、是、我哋上個禮拜做節目嗰陣時都未有呢單嘢噶嘛。唔係我咪未俾副主席通知你，喂你講菲律賓啦，嗰時都未有呢啲事。係啊係啊。嚇！佢而家咧呢、這個都係事小，但最重要係一個跡象。通常呢啲咁嘅事件咧。是由個外交部長或者個副部長 call 嗰個駐菲律賓大使嚟問佢嘅啫，就唔會出到總統嘅。但呢次係出到總統嘅，唔知新聞報啊嘛，新聞大做添啊，唔知就係特登點解要出到總統 call 規格咧？呢個係有所部署，係有所行動嘅，係俾一個警告，係有嘢跟尾嘅。咁呢個點解佢又會出嚟咧？總統？因為你揾個外交部長 call 佢嚟咧，嗰封利是冇咁大噶嘛。斌一陣間我哋節目講，斌仔咧有好多叻嘢，好多人唔知嘅。哦，非常厲害。咁除咗菲律賓之外，譬如話佢嚟越南啦嚇，咁大家記得越南同中國打過仗啊嘛。啊，遠嘅有嚇，漢朝嘅時候已經打過。近屆啊，1979年啊，如果冇記錯嘅話嚇。佢哋越南已經係得佢咁強項。要一條電線俾佢收翻，俾越南攞翻噶嘛？解放後記唔記得啊？哇！而家佢仲喺度開石開城噶，你中國出唔到聲噶。但嗰度越南咧，又有好多隱蔽嘅外邊人唔知嗰啲風土人情啊，同嗰啲中國人關係點解而家中國幫佢咁耐打呢個越戰，但到而家係越南最憎中國人咧？呢、這個真係一個問號嚟嘅，點解咧？又係有背後嘅原因嘅。咁除咗國際局勢，咁當然大家就好即係想聽聽阿博士講呢個佛學啦。咁佛學咧，我諗有好幾樣嘢，呢個禮拜都新聞嚟嘅。係，其一就係呢個舍利子個問題啦。嚇，咁係聽聞都要拗過喎，即係因為阿星雲大師啊，但係佢原籍啦，97歲。他就話：，誒、哎，你即係我原籍之後，你哋唔好同我講啲咩，揾啲咩石離子咁啊！咁但係結果就真係而家燒咗出嚟有石離子啊嘛！嚇，個個人都有嘅，仲要整個證書俾你睇。唔係個個人都有啊，個人嚇冇嗰個就好少嘅。哦，咁凡夫都有嘅，個人都有。咁呢個問題，我相信好多聽眾都想聽聽阿博士嘅睇法。喺呢方面咧，我嘅資料多啲。因為喺世界上私人擁有正式佛祖嘅石離子咧。是得我個有的，即係有證明有成，由皇帝、總統、真王三條所以攤出嚟，有2000多年傳承。咁有啊？如何呢、這個佛祖嘅智慧唔係粒舍利子度啊嘛？嗰、那個宗教上嘅感情啫嘛，即係你執到耶穌條布關你叉線咧，咁樣你上天堂。但你拎出嚟條布值錢噶嘛？而家哦，嗰啲咩㗎？咩多倫多斯布啊，命運之矛啊，仲有嗰粒釘啊，釘佢嘅粒。冇啊！你唔好講耶穌咁遠啦，而家耶穌2000年。梁錦祥副眼鏡今日收藏起2000年後拎出嚟都值2000啦。如果副眼鏡到期時唔爛嘅話，你明唔明啊？第二啲問題啊，咁啊，即係仲有好多嘅。咁啊，當然啦，即係其中一樣嘢，我諗我哋都即係要講講就係個咒語嘅問題，即係你念咒、念咒、真符假咒啊，真符啊，咩俗有科啊，俗世啊，好多真符假咒啊。咁第一你要知道咒語嘅功能有冇先？同埋佢如果佢有功能嘅時間咧？佢呢種功能嘅力量咧，嚟自於邊度咧？呢、這個好重要喎、好啦，如果你知道佢個來源，咁咪係咪咩人念都有效咧？點解有啲人念咪冇效咧？嗱、呢個又係大問題啊嘛。好啦，咁樣你究竟你念嘅咒有啲幾百字咁啦，好似嗰啲靈嚴大咒，有啲誒六七個字、十零個字，有啲一個字嘅，點解咧？好啦，我喺蘇聯嗰陣時候去蘇聯訪問，蘇聯政府公開問過我嘅，就係 Mantra 咧喺同地球上嗰個星體運行咧係咪有關係？
咁我就公開，我都危險嗰次，我就公開回應佢哋答。我嗰啲次嚟咧係講佛學，嗯，唔係講佛法，嗯。到你機緣到咧，我先講呢一 part， 嗯。因為佢問得你咧，即係話佢已經拍到道門噶啦，嗯。你再加多啲落去咧，佢推開道門咧，咁你蘇聯喺我哋國家邊境。我梗唔希望你學埋嗰個音波嘅威力啦，咪、嗯、對我哋國家危險啊嘛、嗯。因為而家個世界研究光學咧，已經去到比較中級嘅層次嘅、嗯。但喺聲學呢方面咧，係都係有自班嘅啫。嗯，好啊！如果你再攞聲波可以殺人噶嘛，你都知啦。嗯，佢古巴啊嘛，最近嗰個美國大佢領事館咪好多個。即係頭痛咯，搞到好啦。另外大家都知道咧，有啲人唱高音唱到個杯爆得㗎嘛，係嘛？特別最厲害個低頻啊嘛。嗯。咁你俄羅斯一問到我呢樣嘢，蘇聯佬，我梗係唔答啦。我自己中國人，嗯，梗係唔會話做啲嘢傷害自己國家啦。咁、嗯、我就我下有機會咧，我先答呢一 part 咁啊。嗯。佢哋都好唔開心啊。嗯。好唔開心，咁啊呢次啊可以講少少，多我又有啲秘密咧唔講得嘅。係一定啦，因為佢逢係一件器皿喺個世間，嗯，刀好槍好咒語好其他嘅法術好，佢本身冇正邪嘅，嗯，你落喺乜嘢人手上咧？點用法就係、是、可以變正邪出嚟。呢、這個同科技一樣啦。所以點解以前就算你學功夫，啲、嗯、師傅都唔收徒弟咧？係啊。就係、是、嗰個理由。我教咗你，你做壞事，佢就變咗佢係業力嚟噶嘛？打死人啦，大佬！係啊，咁佢或者害埋你坐埋監，係咪、啊？或者你俾人打死咧？係啊，係啊，係啊。咁啊，最後嗱，博士有啲咩正嘢介紹俾觀眾啊？你自己呢支竹係世間稀有嘅，嗯，呢、這個叫蜜竹，嗯，黑色嘅，唔係淡嘅喎，嗯，呢竹咧中國冇嘅，嗯，我喺印尼攞，但印尼咧都要好多。遠嘅路攞翻嚟，由佢哋嗰啲古老嘅大醫生咧製過，製過咧嚟，我就同佢請咗批。咁咧世間你而家見到嗰啲白沙板咪通街有得賣嘅、嗯，有啲揾匙羹有得剩，咁有啲唔知咩石咩石嘅白沙板有噶嘛。佢、喺表面咧，佢刮到出嚟嘅、嗯，但我呢啲竹咧喺深層次嘅乳跡咧，可以扯出嚟、清出嚟，所以好厲害。哦，當然啦，佢除咗佢個大醫生印尼古老醫生製過翻嚟，我哋仲要經我哋足油科嘅程序製過啦。哦，所以有另類嘅功能。嗯，咁啊，可唔可以介紹俾下啲觀眾喺個節目入邊？可以，可以一陣間可以介紹啊。好啊，嗱，咁啊，大家聽到有咁多精彩嘅內容，記住一定要收睇呢個茶博士怪論啦。The Hong Kong YMBA, Dr. Wok Shio Ming, has donated 3 million rupe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Buddhist pilgrim's rest in Kandy for the use of devotees visiting the Sri Dalada Maligawa. The second installment of this donation, amounting to 1.6 million rupees, was handed over to Prime Minister D.B. Vijayathunga at the parliamentary complex by Dr. Wok recently. The Prime Minister, in turn, handed over this donation to the Diyavada Nilame, Niranjan Vijayaratna, and a public trustee, Yumapa.
the Venerable Mapalagama Vipulasara Thera, who arranged the donation, and Dr. L.P. Medis also participated in this simple ceremony.天吉殿里的有，世界世界文化中心主席，上广都名人士郭守敏博士，愿为燕政府领导，愿为副书记崔院长、陈伟忠同志，副书记童桂珍同志，来参加议事天吉殿里的还有市最高法院院长杨新文同志，下面请燕政府副院长邱富生同志讲话。 各位先生，各位来宾。
各位技师、各位同志，在这每一个是高文化中心破土动工的一日粮食，我代表人政府和全人人民一起来参加奠基典礼的各位致以亲切的问候。既关心国，再关心家乡建设事业，落实三思，甘之提款，新疆市高文化中心的唐世林先生表示深切的敬意。第一，专程前来自托的香港省美国会的会长斯里兰卡帝国荣誉佛学博士郭寿明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每一间是高文化中心新疆菜久负盛名的风景区长潭，必将为我人旅游开发区增加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景点。它将是大将为强化社会奉献，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我人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唐先生热爱家乡建设的善举，将在广大群众中称赞传扬。此次机会，再次向先生们、贵宾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强的人代表我向我们的家人及亲朋挚友问候，强向他们都介绍家乡的情况，为家乡的经济繁荣冲向三级，同沾爱心。家乡山水美，家乡邻里亲，家乡事业兴旺，家乡经济繁荣，让家乡人们从广大群众中齐齐出来，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明天。之后，祝先生们、来宾们、技师们、同志们，阖家健康，万事顺意。仲有位喎，好似阿 Vincent， 好嘢冇加你租啊，大佬廿几年又系。呢个我哋云上商老板咧介绍呢个，识啊呢个真系最耐老友啦。佢介绍我买间铺三年有冇啊？有啊，有减租嘅，冇加租嘅，又系冇租单嘅。你把声俾你。对住咁多位，你识讲嘢嘅，使讲我都惊住啦。不过实情真系讲事实最紧要。即当年咧，我就做车行嘅，咁啊，我就话啊间铺好靓喎，啊我又买唔起，咁介绍俾阿郭生买，我你租翻俾我嘅喎，咁样嗰阵时就八四年咁上下啦，八四年，三年啦，而家仲啊，咁啊，咁个月租俾我真系冇乜租约嘅，真系有时有时冇，咁依家都冇乜租约，冇啊，咁啊有时。呢幾十年咧都好辛苦嘅，即係汽車競爭好大，咁啊有時生意唔好咧，咁有時佢都冇收租，有試過幾個月都冇收租，兩次啦已經，即係兩次幾個月喎。我唔知喎，哎呀，你話真係唔知喎，我秘書都同我講啦。十年前、十幾年前都有一次又好烏入生意啊，幾月都欠唔到租。咁後屘咧就不了了之，唉、哎，算啦算啦咁。咁後屘就好翻少少，又再繼續交租。啊，最近呢兩年前啊，沙士唔係金融海嘯，哇，生意又差，咁啊又有幾個月係冇交租，咁又算數喎。咁而家都有交租啦，而家因為減咗租添，本來35,000。銅鑼灣嘅鋪1200尺，地下60尺盤面20,000多租。哇！租後都唔得啊，係咪一兩萬幾好似啊？佢本來35,000租，而家減到25,000租。咁啊，佢睇實用1200尺，盤面60尺，銅鑼灣區地下，25,000租嘅。所以呢個世界咧好神奇嘅，因為佢介紹我買啊嘛，我賺翻啦，以前買咁平係咪？啊！喂，好朋友，我哋送翻件禮物俾你。多謝曬，多謝多謝。係，多謝多謝。當年阿匯豐劉生咧問過我嘅，喺幾時啊？我有成10多萬尺鋪位喺市場上丟空嘅，
好多人唔使喺啲街度問啊，俾啲街係姓郭嘅，嗰間姓郭點幾年都唔做生意又唔租嘅咧咁。阿匯豐樓咧問喂，阿多頭冇理由丟唔租嗰啲鋪位，我諗住賣咪唔租咯，你租咗又驚賣唔到，咁啊十幾萬尺地下嘅唔止添啊，好似以前嗰個周南搶鋪鋪鋪書俾我㗎，嗰個就喺黃明田嗰個先做鋪。因為他們買鋪位要數人頭的，早晚去數一下啲人流點啊咁嘅，我就不數嘅，一經過咦就直覺就即刻俾訂啦。佢一搞得嚟，又俾個聖國搶咗，咁所以成輸俾我。而家以前我聘嗰個西洋菜家間兆萬中心，十一個 number 嘅西洋菜街近登雅士街嗰時間咁樣，就係我私人名。咁但我好怕起樓啊嘛，我一手轉翻曬俾啲朋友，咁我又唔錯。我好怕起樓嘅，而家我起啲樓咧，慢慢貨尾嚟啫嘛。但世界咧就係點解講呢兩件事呢，就係俾大家個啟示：量大福大。上帝講係冇錯嘅，施比受有福，你會多咗你唔知嘅。我係唔相信㗎，因為我好少講我私人嘅人生態度嘅。但係後生啊，好多人知啦，我六十年代已經好豪氣㗎啦，係嘛？我和周俊連的兒子都曾經鬥追女人追母女都包曬場，大家鬥頂喎。我頂一個月夠你頂靚仔，我頂一個禮拜咧，你都幾辛苦。走去投資一排頭佬四百幾萬，頂到香直球都燒錢，係嘛？所以就俾大家啟示：量大福大。哇！個世界咧好神奇嘅，你會多咗嘅，嚇多咗嘅，多咗嘅嚇。係，好啦，謝謝曬，繼續好似阿財政司講話中產啦，係嘛？丟空嘅，所以通到周圍入或者旺角尖沙咀、銅鑼灣、灣仔啲人唔租鋪咧，嗰啲間又唔租又唔整，佢成都幾年都唔租噶，十幾廿萬尺地鋪都丟空咗多年喎。但我喺第二國家，我地盤咧可以講句笑話俾大家聽：你揸車行兩個鐘頭都未行曬，都係我嘅範圍，又係丟冇理嘅，而家冇理嘅。有個紅寶石礦咧，又未走去掘。唔得閒掘，你個腦下嚇我嘅咩？郭先生如果掘出嚟唔掂咧，好多錢嘅喎，啲唔靚嘅馬鬼，咁你唔好搞事啊，大佬！啊，原來開嗰寶石礦咧喺旺低送俾我嘅，當年我未得閒去掘，嗰個地盤咧成兩個鐘頭嘅揸車都係我範圍之內，即係我哋當年買地咧斷平方公里買嘅嘛，邊會買幾多尺啊？聽到眼瞓係咪？在蒙古嗰時候，我攞個地盤都成十幾廿平方公里啦，賺好多錢嘅嗰時，揾把口噏啊賺錢。啊，多謝大家嘅知道我哋一啲少少嘅往事，咁啊，